好、哦，感觉就很阳光。虽然今天天气阴的，但是好像有看到阳光的感觉。对，这是种快乐的氛围。哦，你们有看到阳光吗？有。还是看到颜爵？啊，颜爵就是阳光啊。好，那边平常的颜爵有没有常常也骑着脚踏车啦？啊，在我们各地方在骑乘，或者是有没有曾经来到我们新北市的水岸骑过脚踏车？我其实都还没有机会来到水岸，但是我前一阵真的是因为通告实在太忙，一直都想要投资一个单行车，哦，就是希望可以环岛，哦，对，所以就是今天看到这样子，让我更想要快点去买我的脚踏车了。所以可以从新北市我们水岸开始骑起哦，然后去环岛。有没有人要报名跟环岛之行，跟颜姐一块去的？有没有？真的假的？你们体力 OK 了没有啊？ OK。 哦，好好，如果有开放的话，再请大家一起来哦。好的，你们体力 OK， 我还不 OK， 我要先练习一下。哎，讲到练习，其实来到我们这个水岸边练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现在颜爵还没有买脚踏车，对不对？还没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新北市的整个水岸总共全长在新北市有180公里，而且啊都规划的相当的完善。重点就是没有脚踏车的没关系，我们在沿途有13个脚踏车的租借站，也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租借站借脚踏车，然后开始练习了。哦，哦，不错哈，好。有感觉到了哈，来现场，想不想继续听颜爵唱歌？想。好，继续颜爵要带来什么歌曲？大家就是。